百灵，你别生气嘛，百灵。唐光荣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我陆百灵可不是好欺负的，不想让我好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好过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彭家人欺负我。不是，谁欺负你了？我们一家人对你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欺负你呢？一家人？你怎么还敢说一家人？啊？他夏依拿些举报信检举我，害我进不了区委，我告诉你。 这件事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哎呀，百灵，那都是李晓霞空口白牙瞎说没影儿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哎，别的我不敢保证啊，就我二嫂的为人，我是相信的，她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冯光荣，不会这事儿你也有份吧？啊？你怕我进了区委，你就更配不上我了，所以你故意唆使夏依楠给我使坏？不是，我没有啊，我二嫂她也没有啊。不是，百灵。 你怎么就信别人的话，不信我的话呢？你相信我，我二嫂绝对不会害你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，彭光荣？你打一开始你就没安好心，你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夏依楠说他没给我写检举信，但他拿出证据，他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让我相信他不会害我？百灵，你别哭啊，百灵。 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你这怎么办？妈，只要你帮我好好照顾光明，你放心，你让我见识我见识。真的？嗯，不过我是光明媳妇儿。 只能以公用同志的身份见面，同志就同志，只要见就行。那我一见，你还眼睛看中了呢。妈，你就给我打消了。不是，别砸了吗？你我这么讨厌这么凶，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？你跟我离婚啊？跟离婚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不是说清楚，跟二嫂没关系吗？你怎么就？就是他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二嫂，嗯。 二婶，二婶，妈妈，快出去吧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闹翻天了！怎么回事？啊，好了，妈妈呀！佳依楠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身为二嫂，竟然写举报信检举我。什么举报信啊？还跟我装蒜是不是？啊？区委的位置我落选了，李晓霞选上了，我们两个人的申请都是你写的。 不是你捣鬼还是谁？你落选了，应该从自己身上找你自己的不足，以后想办法改进，不能从人家身上找理由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俩的申请书都是我写的，我一样尽力去写了，一视同仁。是啊，我没有证据啊！你想说什么都行，你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我，你就是不承认，我拿你也没办法。当然了，我也不在乎你承不承认，我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。你夏依楠不是这个家的二嫂吗？ 那我陆百灵是三嫂，这个家里我看不顺眼的东西，我想砸什么就砸什么，怎么着？都砸了！哎哎哎！别闹了，你！凭什么砸呀？这是家东西，都是光明添置的，你砸什么呀？彭光荣，你媳妇你管不管？你不管我，我帮你管。这就是母老虎下山，也不能这么闹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别闹了啊！彭光荣，你媳妇都被别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个窝囊废！哎，百灵。 百灵，百灵，光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不哭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哥，没事。